师傅，局里的信息中心刚给我发了消息，全省的医疗机构都查了，并没有一个叫方孝贤的大夫。没有。而且我查了一下林倩倩的微博，上面显示她半年前就已经订婚了。知道跟谁吗？不知道，只有一张她自己跟钻戒的合影。师傅，你看。 您在这医院待了几年了？大半年了。老秦，这确实有点奇怪。看起来应该是很久没人住了，但是最近肯定是有人来过。嗯，好，我马上比对。 师傅，我们去哪儿？告诉你们，警察打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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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哎哎！你完没完呢？这都有监控看不到吗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诬陷我们呢？我他妈被你们屈打成招了！我就这样。 不要你们管，你们让我背黑锅，我也不让你们好过。行，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这个黑锅我们还真不能白背。现在打！我证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不上去，我有证据，证据呢？我证。 算你走运。师傅，信息中心说就在这附近，应该是这栋吧。高主任，秦厂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些事情还想跟你了解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事情。一点时间都没有了吗？一点时间都没有，我得赶紧走。高主任。 这是你女朋友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她昨天喝多了，今天啊还参加她朋友一个生日，不好意思。老秦，指纹我已经核实了，就是朝阳的。 Thank you.
高阳，曾用名方孝贤。那么，我是应该称呼你为方孝贤呢，还是高阳呢？根据痕迹检验鉴定书表明，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人体脂肪粒组织和地板上卢米诺试剂反应，都跟尸体吻合。如果你觉得现在舒服点儿，随时可以开始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你好，我能跟你聊聊吗？我是倩倩以前的同学，我刚从国外回来嘛，也好久没跟她联系了，最近一直找不到她，就来公司看看。她辞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前面那个高管说了。那她订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我真不知道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她订完婚之后，她跟她老公请我吃饭，到现在都大半年了，我用各种方式找她，她也没有回我。她老公的照片你有吗？有。这就是她老公。这个工具箱你应该很熟悉吧？这工具箱里面貌似少了把工具啊。我不记得了，可能是之前用坏了的吧。不是你故意丢掉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前两天林倩倩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但是在我看之前就撤回了，打了电话也没有人接，我还一直挺纳闷呢。我怎么没见过你的？我当时是在行政部门，主要呢就是负责你们在年会上吃好喝好玩好，你没见过我也很正常。我跟倩倩呢已经分手好几个月了，她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分手了。根据照片提示，我们找到了同款工具箱，这把锯子跟你丢掉的那一把是一样的。根据我们技术鉴定，这把锯子所造成的切口跟林倩倩脖子上的切口极度相似，而且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了你没有清理干净的人体组织以及血液样本，经过 DNA 比对，它们都是属于林倩倩的。还有这段录音你应该不陌生吧？对了，听说您以前也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。谁说的？倩倩说的。是的。兄弟，我想去江上散散心，一川借我用一下，多少钱你开？我没有杀他，我这只能证明我是破坏尸体，我只是为了维护舅舅。说起倩倩，她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这要是给了我，我肯定跟这个医生死磕呀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这医生啊做手术本来就存在一定的风险，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安全。听起来你认识这个医生？不认识。那年舅舅给我安排了恒清医院耳鼻喉科的工作，上班后大家都觉得我不行，我陷入了无事可干的地步，我急需证明一下我自己。这位女士，稍微等一下。你是想治疗鼻窦炎是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鼻甲切除术啊确实是一种治疗的方法，但是存在一定的风险，我们医院啊明令禁止这种手术。那我去哪儿可以做这种手术呢？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我可以私人的名义给你做这个手术。你既然知道你的医疗水平，就不应该做这种高风险的手术。这个时候我隐约感觉到我已经慢慢接近真相了。你们订婚了吧？因为那次医疗事故，我把事情闹得很大，会连累我省城里的舅舅，我为了平事儿
我开始照顾他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之后发生的事情变得这么复杂，我开始喜欢上了他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哎呀，倩倩真是太可怜了，她受了那么多苦，要是能早点遇到你，或者你就是方孝贤，那就好了。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杀了他？我没有杀他。你给我老实点，现在我们身上交代情况。我没有。倩倩，倩倩，倩倩，高阳，我算是看清楚一件人了，之前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闭嘴。你别得寸进尺，我问心无愧。高雅，给我等着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那些丑事。林倩倩给我打过来电话，这不是她第一次拿死威胁我和我舅舅，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也成了最后一次。倩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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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冷静下来后想，如果这个事情被发现了，不但我完了，还会连累我的舅舅。于是，我决定把他带回了家。撒谎。我们在林倩倩家发现地板上的划痕，根据我们的勘查，这个凳子腿和地板之间的划痕只可能产生于猛烈的踢踹之下，而非林倩倩自己的蹬踏，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这样。今天叫我来又闹到哪出了？高阳，你毁了我的一生，还欺骗我感情。如果你不按我的要求赔偿我，我这就踢凳子死在你面前。可消停点吧，闹什么闹，现在闹你觉得我还会在乎？王八蛋。我把你的事儿发给朋友了，你和你舅舅都脱不了干系。给我把手机给我。不给。把手机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滚。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
为什么还要给我戴上这个东西？我不需要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是个杀人犯，我不需要他的东西。你对他只有恨了吧？虽然我知道他跟我好，就是为了他自己和他舅舅的名誉。可是，遇到我这样病症的病人，他也算承担了一些责任。 其实爱情曾经让你的病痛缓解过，他曾经也真正爱过你。虽然这种爱并不强烈，但那也是爱。可是你一次又一次的用自杀来威胁，你们互相伤害，把仅有的一点爱慢慢的消耗殆尽。我每次吵着要自杀，有病痛的原因。 可是更多的是想吓唬他，因为我在乎。所以你们就互相折磨，把仅有的一些爱变成了恨。你告诉我，你这一生最开心的是哪一天？当他第一次给我戴上这个戒指的时候。 他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，那是我对你的交代。我会给你戴上戒指，那是我的一种希望。我希望你可以回到你这一生最快乐的那一天。金法医，我明白你的苦心了。我相信你这样的人，当有一天把自己的结婚戒指。 带到你在乎的女人的手上的时候，她一定是最幸福的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故事，而每个人都希望爱和被爱，但无论爱还是被爱，都少不了理解和包容。 手术什么的做？这你不知道吗？这医院床位有多紧张？我是托关又找人，今天终于住进去了，后天再找住我。刘主任特别好的外科大夫，他是想说我听过，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，一定会好。哎，老秦，这次呢，人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这我也有准备了。感谢你，尽你吉言了啊！走吧，进王医去。 王局，哎，王局，哦，
您找我。小琴呀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和小王同志呀已经等你很久了。昨天我们见过。嗯，你们见过了。秦科长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省公安厅宣传处王玲丽。龙帆市公安局主任法医师景明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痕迹科科长王科，他们都叫我科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王局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哦，秦科长，我先道个歉，上次我确实没有跟你说实话。我有一个任务是省公安厅派下来的，就是写有关于你的专访报道，拿去参加全国十佳优秀人民卫士的评选，所以想要真实的了解采访任务，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。我知道你有你的任务，我也有我的工作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小琴啊，我想吕科长也跟你说了，评选十佳优秀人民卫士，你是咱们省警务系统的骄傲嘛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把你报上去了。这个写作呀，本应该由龙帆法制记者来完成，可是这些当记者的哪有咱们警察自己更了解咱们自己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宣传处啊就派王警官配合他们日报做好你的专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王警官，这位柯老啊跟小琴啊是多年的老搭档了，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清楚你可以问他呀。行，局长，我知道了，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回去工作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知道小琴啊，你性子急，你不在乎名利，但是你也要配合宣传部门的工作嘛。你再说了，省厅啊是咱们的上级，人家那都拿着尚方宝剑来的，该配合的时候我会配合的。先走了。哎，不是王局，我有没有机会评十佳呀？这你呀、啊，回家吧。秦科长，秦科长，我感觉你对我还是有一些误解，好像并不是很接受我的采访。既然我答应了，我就一定会做好。不过我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工作习惯，我有三个要求。第一，新的案发现场，我的办公室、实验室还有解剖室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你不能进去。第二，我可以回答你已破案件所有问题，但是未破案件和新的案件，任何问题我不予以回答。那我可以去你家拜访你。第三，周一到周五是我工作时间，晚上需要很好的休息，当然，双休日可以，不过你得提前跟我说。师傅。有新的案子。石贝，来，老秦，来了。柯老呢？是吧？里边呢，查着呢。没有明显搏斗过的痕迹。胸口上的伤为致命伤，一刀毙命。颈部没有明显勒痕，口鼻处没有被捂过的痕迹。眼睑处有出血点，应该是窒息死。
一刀毙命，凶手真是够狠的。老秦，怎么看？一刀毙命，在凶杀案里很少见。我在想，无非两种可能性。第一，就凶手并没有想杀死死者，但是中途他们俩起了争执，就捅了他一刀，正好刺中要害。第二种就是凶手很了解人体生理结构，这刀下去肯定要了他的命。从尸表特征和静脉网的腐败情况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，而且死者眼睑处有血点，所以他真正的死应该是窒息死。一刀刺中要害之后窒息死亡，这怎么解释？死者脖颈处没有被勒的痕迹，口鼻处也没有被捂的痕迹，却是一刀刺中要害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凶手一刀扎进肺里，血液倒灌进肺里，淹没了肺泡，导致窒息。这下手的人真是又狠又准啊。死者车是哪一辆？哦，那辆。大概的情况也许应该是这样的，死者和平时一样锁完车之后向家走去，可就在离车10米左右的地方，守候已久的凶手从背后冲向了被害人。死者被刺之后并没有立即死亡，他应该是在那里发现了报案人，他想上前求救，所以艰难地朝最后的沉尸地点走去，前后应该有1分钟左右。说了吗？新的案发现场不要过来。我站在警戒线外，这不算违规吧？强词夺理的吧？我只是想采访真实的你。对于这个凶案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在案件没有结论之前，我不希望无关人员介入。老田，方便过来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老秦，刚刚那个女人就是王局介绍那宣传干事啊，追你追到这儿来。林涛，你管的可真多，是不是想让他跟你说几句话啊？他又没采访我。我看你是想让他采访你吧。我这么低调怎么可能？行了，林涛，哎，你那有什么线索啊？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小区物业的张经理。第一个发现死者的是一个女士，只不过那个女士在看见死者之后就立刻吓跑了。我们查了一下这边的监控，这个监控在案发时应该是受到了大波段的干扰，屏幕全是雪花状，凶手应该是在犯案的时候携带了大频率的干扰器。你说，嗯，跟你安排一下，尽快把尸体运回去做进一步尸检。是，师傅。先走了。嗯。现在可以确定死者的致命伤是左侧躯干部的一处刀伤，扎破了肺部，血液倒灌直接淹没了肺泡，导致窒息死亡。只是我觉得这个刀伤有点奇怪。你妈把他收拾一下，让我去林涛那边看看什么新的线索。好的，师傅。就这么简单？你的衣冠整洁，身上没有其他任何伤口，说明在遇害的时候跟凶手之间没有产生搏斗。
这也推翻了我之前第一种解释，不是因为争执冲动杀人。你们一定可以找到凶手吗？我们敬你二位。那如果找不到，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。张混了，你们就这么不了了之？作为警察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，而作为法医，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收起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留着跟那个要采访你的女警官说。死者侯耀祖，启明星广告公司财务副总，案发当日加班回家，幸福社区是他的住宅区，他们公司之前赚了一大笔钱，老板居勇一口气买下了这个小区的六套房子，是为了奖励公司的领导层。我怎么碰不着这种领导？那你换啥工作呀？不用头，我对钱没那么重视。韩老师，你说怎么样？死因很明确，一刀捅入肺部，导致窒息死亡。但是我在担心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担心这件事儿是职业杀手干的。你们想，要这么判定很简单。我问你，如果让你杀一个人，你会捅哪？心脏啊，一刀下去直接死亡。没错，所有的普通人都会选择捅心脏，而且在情绪激动情况下，不会只捅一刀，会连捅数刀。但只有一种人，他们一刀毙命，就像这样。那你还没解释为什么这刀会捅在肺部？这也是职业杀手的特征。我还怀疑这个杀手应该当过兵，甚至是特种兵，因为一刀捅在心脏上固然可以杀死对方，但是死者会因为疼痛而大声喊叫。如果扎在肺上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血液会立马灌入到肺部，淹没肺泡，死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出喊叫声。扎在心脏上会形成喷溅式出血，出血量非常大，而扎在肺部并不会，出血量非常小。职业杀手一刀下去，死者非常疼痛，但却喊不出来，还会窒息而死。特种兵的惯用手法可以迅速突破岗哨，杀死哨兵，并不让哨兵发出任何喊叫，因此我断定凶手为职业杀手。当然也不能排除普通人误打误撞直接扎入肺部的可能性，但是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因为凶手只用了一刀，而且非常有效。这回可遇到狠角色了，你说这人怎么就得罪职业杀手了？哎，涛子，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买凶杀人的？对啊，社会关系，必须查一下死者的社会关系。好。老秦，快来进去，拿什么东西来？给我吧，给我，给我。怎么样？你也太客气了。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今天上午你们林队长才走，下午轻伤就来了。哎，可乐，我说你们单位这些同事啊，真是太好了，真太好了。叔叔啊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这刘主任是龙帆市外科手术的第一把刀，你放心吧。对，爸，这刘主任就是老秦帮找的。哦，谢谢谢谢啊。哎，我再看看。王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秦科长一块过来看看叔叔。哦，来来，进进进进进。哎，你说来就来，怎么还拿什么东西？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位姑娘，那你一定是秦科长的女朋友吧？啊？哎呀，要说秦科长这个人呐，不仅水平高，对人又好，关键是他这个人，你看，长得帅呀，有眼光，真有眼光。叔叔啊，您误会了。哎，你在叔叔面前就别不好意思了啊。再说你跟我们家柯老不是好朋友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姑娘，我们家柯老还单身着呢，你要是有那个好的单身的朋友，一定想办法给他介绍介绍。他的终身大事要是在你们的帮助下给解决了，那我的病呢就好了一半了。叔叔，您真的误会了，我跟秦科长之间没什么，不过你们家柯老的个人感情问题，我会上心的。啊，叔叔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我有事儿跟他说。嗯，好好好，跟我出来。
他们俩真不是情缘。爸，真不是。那你不是可以先考虑考虑的？哎呦，爸，你可别瞎说。嘘，我来看我同事的家属。你来这干什么？秦科长平时工作不但认真，还很关心同事。我记得我们之间的约法三章，但这里是公共场合，我好像没有打扰到你工作吧？我只是想了解真实的你。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难道你不想听听侯耀祖的情况吗？你知道些什么？侯耀祖和他的老板居勇之间存在一些矛盾，因为当初开公司的时候，居勇答应了给侯耀祖一些公司的股份，但现在公司做大了，承诺却还没兑现，于是侯耀祖背着公司偷偷把创意卖给了别的公司。另外，在案发当日，侯耀祖的小区监控正在维修，这个消息只有非常熟悉那片区域的人才能知道。居勇和侯耀祖住同一个楼同一个小区，因此他有作案的嫌疑和条件。谢谢的话就不用跟我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刚才老秦跟我说了一下侯耀祖跟居勇的情况，这个居勇嫌疑挺大的，一会儿定不了。侯，这家伙怎么能瞒得了你龙帆是金天一呢？对吧？他就你会说话。什么？老胡死了？居总还不知道吧？我之前听说你答应他要给他公司一部分股份，但后来你反悔了。他为了报复你，把公司的一些创意卖给了别人。你们是在怀疑我？怎么可能？昨天晚上我下了班就去的明珠海鲜城陪客户，一直到10点多，紧接着就去的帝豪夜总会。我回到家里边都已经是凌晨2、3点了。这是你有不在场证明，但有的时候杀人不需要亲自动手，有一种凶杀叫做买凶杀人。林队长，你们这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说话注意点啊！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这之前呢，我跟老侯是有一些矛盾，那是因为他把公司的这个创意卖给了其他的公司。但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为什么还把他留在公司？我是想再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。这个事情他是有错，但我也有错在先，我没有履行我之前的承诺。就在上周，我把公司15%的股份转给了他，他也愿意承担泄露公司的机密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呀。有人能证明吗？能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我还请全公司的员工吃了一顿饭。股份转让这个事情，在工商那边已经处理完毕了，你们可以去查。是的，转让股份的事情是我去办理的。局总的确和侯总已经讲和了，这一点全公司的人都可以作证。那侯耀祖和别人有什么过节吗？侯总平时他人非常好，对员工也好，对家里人也好，没听说他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。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，我们都挺喜欢他的。行，谢谢啊。头儿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一个老好人，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债务问题，个人信誉良好，银行还有一些存款。婉儿，他妻子找过了吗？他妻子啊，接头来过了，这哭得死去活来。这个侯耀祖啊，算是一个模范丈夫，没什么应酬，也没什么情人，基本上每天准时回家。那这就很奇怪啊，一般买凶杀人，要么是情杀，要么是仇杀，这两者都不是。那为什么要找人去杀害侯耀祖呢？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。哎，涛子，哎，克老，有什么进展？这伤口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不是一般的匕首，可以肯定是军用匕首。老秦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有专业背景的人干的。
出来这个富二代手脚还挺勤快。那当然了，你也不看我是谁的徒弟。成了，搞定，请师傅解宴。不错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他们一直都夸你的厨艺精湛，今天我一尝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以后能不能多让我来你家蹭蹭饭呀？你要是这么努力下去啊，我一定让你来蹭饭，随时来，好吧？好。对了，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我看你心事重重的，怎么，家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别提了，还不是我姐跟我爸妈吵架了，搬到我那儿去住了，而且我姐老爱管我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那你今天晚上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你别管了，我全搞定了。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啊，对了，洪耀总这个案子你怎么看？这个案子，你都没想法，我能有什么想法呀？我总担心我们会有什么遗漏的。这样吧，跟我再去现场看看。嗯。拿衣服。好。铃铛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住隔壁啊，你师傅没告诉你吗？这么巧啊！我刚下班回来，还想着要去打扰你一下。今天晚上可能不行了，我得跟羽毛出去一趟。我可以送你们。不用了，我们出去有公事要办。师傅，你的车不是借给柯老了吗？要不就让铃铛姐送我们吧，也挺方便的。秦科长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也是有原则的，今天晚上只送人不提问。好，那谢谢。你姐挺狠的，你就没什么闺蜜吗？他们又不像我，单身狗，都有男朋友，我怎么好意思打扰他们呢？所以我早就想好了，住酒店。没关系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住我家。住你家？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总比住一个大男人家强吧？侯耀祖的车呢？车？那不是侯耀祖的车。车不是他的。啊，我了解过了。这侯耀祖啊，前几天那车跟人剐蹭了。现在还在 4S 店修呢。那天晚上他本来是要搭居勇的车回去，只不过居勇临时约着客户也吃饭，你也知道这吃饭喝酒不能开车，所以这居勇就让侯耀祖把他的车给开回去了，因为他俩住一小区嘛。现在车在哪儿？因为这侯耀祖啊是在车外被杀的，车里呢我们也检查了，没有任何现象，所以毕竟这车是人家居勇的，就让人开回去了。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的想法一直很大胆。嗯，老金，涛子来了。菊勇1米73，67公斤；侯耀祖1米74，68公斤。他们被规定必须要穿公司的工作服，所以他们着装完全是统一的。你想说什么，老金？我想表达的是，既然是买凶杀人，那凶手应该不认识侯耀祖还有居勇，但是雇主呢会给凶手一定的信息，比如说身高、体重、体型、着装风格以及地址，还有车辆信息等等。假设一下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其实凶手根本就不想杀侯耀祖，他想杀的是居勇。那天正巧侯耀祖开着居勇的车来到地下车库，因为他们的身高、体型还有着装都非常相似，所以凶手误把侯耀祖当成了居勇给杀害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咱们围绕侯耀祖查了半天，其实是凶手杀错人了。没错，老秦说的对，的确有这种可能。因为凶手毕竟是职业杀手，他只是从雇主那拿到了死者的资料，然后躲在地下车库。两个人的身高体型都差不多，并且都穿着公司的制服，关键是侯耀祖开着居勇的车，那杀手误以为是居勇，完全可能。之前我们一直在查侯耀祖，毫无进展。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查的是居勇。冯仁大勇，跟我去趟居勇公司。爸爸，马上让冯仁查一下居勇的详细资料，包括他的手机通话记录、银行卡流水。放心吧，总，已经让他去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找谁？林队长。你又来找我们局总呀？人呢？里边请，他刚叫了外卖。
险。叫救护车！刚才那个外卖员，宣传处王玲玲，龙方市公安局，对不起，没有握到。老秦说的，的确有这个可能，因为凶手毕竟是职业杀手。眼神叫做职业，月子中心的职业杀手。职业刷手，我是一个。我想说的是，既然是买凶杀人，那凶手应该。真实的背影藏着。他们之前公司赚了一大笔钱，老板只有一气之下，在这个小区买了。老板一气之下。我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工作和工作习惯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来一下吧。我也希望你可以。来，举手。我也希望你。哟，王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就来了，怎么还拿着东西？这个本来啊，写作。本来写作有法制周刊啊，哪有警察了解你？来一下吧。那个是这样的，小秦啊，我知道你心有计啊。在这儿是吧？这个本来啊，写作者应该是由……对不起啊，重来啊。现在可以确定，死者致命伤是左侧肋骨腋下的一处刀伤，直接插入到肺。左侧躯干部的一处刀伤。